来谈谈啊，就是说一直延伸的这条线吧，就是说从这个至于到居得于人，然后游于艺，和他和中国山水画啊中国文化的关系啊。那么这个确实呢，就是说从中国文化中啊强调的这个阴阳之道，是吧？观物取向，是吧？观物取向，观物啊取向。所以中国文化这些字句啊，我觉得都是我们认真的去解读，是吧？认真的去诠释，是吧？观物取向，而不是观物取物。画中画很重要，是吧？你观物是要取向，向是什么？像是游离在这个物之外的东西，是吧？它是没有的，是我们营造出来的，我们想出来的，是吧？称之为像，是吧？是我们心灵中的东西，是吧？我们这儿有一个碗，它是个物，它是实在的，它是本体的，是吧？我们由于看这个碗，是吧？我们看了很多的碗，我们把我看了碗，还看了不单看了碗，我们还看了盘子，我们还看了碟子，然后在我们心中就逐渐营造出一个我们心中的碗，是吧？或者我们心中的杯子，和这个物已经飘移开了。但是这个呢，比它可能还更真实。为什么更真实呢？因为我这个后来的我这个像，是我看了众多的把它凝聚在一块儿了的，把这些特征特点把它聚合在一起的，它是个单体的个体的，而我的是一个综合的，是吧？所以说观物取向在我们绘画中，特别在中国画中特别重要，是吧？观物取向，你没有这个观物取向的能力，你看齐白石所有营造的这些，不管他画的，除了他的工笔比较和这个具体的物比较接近之外，所有画的这些其他的形象都是他心中的像，是吧？都是他心中的像，他心中的虾，他心中的荷花，他心中的什么，他和真实的已经相去甚远了。但是呢，有时候感觉他比真实的东西来得更高妙，是吧？来
得更具有代表性，是吧？更是我们心中能够打动我们的这个像。所以说，观物取向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画山水画，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你也画不出喜马拉雅山来。不要说你画喜马拉雅山，是吧？就咱们郊区的一个小山头，你能如实的把它给我画下来，是吧？服了你了，不可能的，是吧？不可能的。所以说呢，那我们画什么呢？我们是从它里边所抽取出来的这个像，这个像里边就带有我们的认识，带有我们的体悟、感觉和我们的想象，是吧？也许我把这个山头看见它的时候，我想起我在长江边上看见了一个山，是吧？也许我想起在贺兰山看见的一个山，是吧？他们有共同的地方，他们有不同的地方，是吧？我对他有个认知，有个了解，是吧？甚至这个山上有一部分不是我所喜欢的，我把它去掉了。我有一部分我是我特别欣赏的，我把它强化了，我把它夸张了，是吧？这才叫画，是吧？如果说就如实的去搬，那你就照相机了，是吧？所以说，观物取向，主体心灵中引起的反应，是观物取向，它是我们人的这个主体心灵，是吧？内在引起的一种反应，然后呢，是人留下来的一种痕迹，是吧？其实，为什么中国人画画，他不叫很多过去都说谁谁留下的墨迹，啊，墨迹，它是迹，痕迹。这个痕迹不是真实的东西，是吧？它是带有你的个性的，带有你的思想的，带有你的人格的这种品味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才叫迹，留下痕迹，是吧？这个人，这个人品也不高，什么也不行，是吧？修为也很差，他留不下那个迹，也留不下来，是吧？所以说这个观物取向，我们取的是一个虚像、心像，啊，客观审美的这个物像，成为媒介，就变成了平台了。就我说，我们取的是那个
趋向。我们真正的那个山，它就变成了一个媒介，变成了一个平台，它起到了这个作用。因为有了它，就勾起了我的联想。因为有了它，是吧？所以我就说，我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吧？它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戏，过去有一出戏叫《打渔三家》，啊，《打渔三家》有一老者在戏台上做划船照，谁也没船，中国戏的也是什么，他也没船，拿一桨做划船照，是吧？然后有一女子，是吧？跳到船中，船呢，二人坐。你蹲我起，你起我起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吧？立刻就给我们带来了呢满台的烟波浩渺，是吧？那戏台上也没水，但是由于他们这种表演，这个动作，是吧，就营造了一种虚像，营造了一种虚像，是吧？道分阴阳，相生相克，阴阳相这个阳刚阴柔。是吧？阳刚阴柔，天行健，君子之常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等等这些观念，是吧？同样对中国画的这个营造形象啊，是吧？就对我们的造型观念呐，是吧，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人的天地观，是吧？那么说，几千年来，中国人看东西，中国人做的任何一些器皿，中国人的造型观就是天方地远。所以说，往往我们在画一个，比如说具体到我们山水画，我们在我们营造一个山头的时候，是吧，一个山的形儿的时候，是吧，画的太尖，是吧，那个线条太流畅，我们认为不美，是吧？这因为这种造型太流线了，太流线，流线了太光了，是吧，不厚，是吧，不厚。那么就说什么样的线最好呢？什么样的形态最好呢？就是在方圆之间，方中见圆，圆中见方。所以说别看这一点，李先那儿跟我们上课，你看李先那些山头，桂林那些小山头，这些山头没一个是特
别尖的，它最后都要把它打造成方圆之见，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审美，也是中国人的一种格物，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心象的营造，是吧？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有观念的，它影响到我们，是吧？你不尊重它，是吧？它就没有一个整体的民族的审美的这么一个大的共识，是吧？这都是在我们民族审美上积淀了很久的，是吧？多少年形成的，是吧？再举个例子而已，是吧？其实啊，还有一点，所谓中国人一直在强调，为什么我们的画要至于道？道是个大的一个规律，这里边很重要一点，就是说道分阴阳，是吧？阴阳是中国人看事物的一个大的一种观念，大观念，是吧？一直到现在，到包括到中医啦，很多方面还在用这种阴阳的这种观念，是吧？那实际上我们画中国画，这个阴阳观念，是吧？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造型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点。比如说，这一张山水画，是吧？什么地方该画黑一点？什么地方该留的白一点？什么地方该画的密一点？什么地方该画的细一点？什么地方该画的多一点？什么地方画的少一点？是吧？什么地方画的这个干一点？什么地方画的实一点？它是一个大规律，它是根据中国人的一种观念，一种阴阳观念，它在营造这种法式的这个过程中，营造一张画中，它相对来说，它不像西洋画，西洋画因为它是崇尚对自然的一种再现，然而它现在西洋人也不完全是再现了啊，那是就是说从古典的时候，它相对是比较强调的一点，是吧？那么呢，我们呢不一样，我们是一种相对非常灵动的，是一种非常这个带有哲理性的。其实一张画，拿了一张白纸，就是当初李可染先生跟我说，他说白纸往这一摆，就是白纸对青天，什么也没有啊。这会儿什么也没有，我现在理解就是
什么矛盾都没有啊。你一旦落笔，你画了一条线也好，画了一个点儿也好，哪怕你滴了一滴墨上去，马上它就有矛盾了，它就有阴阳了，是吧？这一滴墨在纸上，它就有黑白的矛盾，有多少的矛盾，有大小的矛盾，有虚实的矛盾，是吧？等等等等，这矛盾就产生了。所以说，一张山水画，一张中国画，你如果说对这方面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是吧？有对这方面的一个熟悉，它的一个规律。实际上，中国人画画就是在白纸上营造矛盾，然后解决矛盾。最后，你把这些矛盾解决的和谐了，是吧？看着舒畅了，根据你所营造的这个，你能够看着舒服，但是你这个眼光又是很高的，是吧？你是很高妙的，是吧？那在西方是很高深的，是吧？你回过头来，你当你观察这张画的时候，你感觉到它已经非常入眼了，看得过去了，非常的，这就是非常和谐了，这张画面它就统一了，是吧？实际画中国画就是说，什么地方该黑，什么地方你想黑就黑，什么地方当白，你想白就白，是吧？什么地方用干，你想干就干，想湿就湿，是吧？太舒服了，太自由了，啊！特别是在画我们山水画，是吧？特别在画山，因为现在的人物画吧，它囿于还有一些什么内容啦，一些形象啦，一些结构啦，是吧？它还有些框要框住它。那画山水画不然呢，是吧？自然界都千变万化，我们在纸上那就是我不想怎么样就搞怎么样，但是最后这一点，你有没有本事把它协调啊？这是最高妙的，这个最好的一种办法，最高的一种办法，是吧？没有必要听那有的人讲，你要下边要画黑一点，上边要画淡一点。陆元绍的画经常是最上头最黑，是吧？黄宾虹的画总是右边黑，左边淡，是吧？或者是上头黑，下边，是吧？千变万化，你中间黑，周围白，是吧？
四周黑面板，等等等等，是吧？所以说，这个道分阴阳，相生相克，就我们中国人画的都是这些规律，就画上都在画中国人的对万事万物的这种认识，对这种东西的体悟，是我们画的灵魂，是吧？画的灵魂，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天方地圆，就是说，造型观，其实中国人的这个造型观还很多，是吧？我说的这仅仅是中间这么一环了，是吧？那么就是说要产生矛盾，解决矛盾，是吧？要让阴阳的这个确立运用，还要变通，还要有画面上，它从这些东西能派生出种种种种的一些观念，种种种种的一认识。比如说，变与不变，变与长，是吧？还有各种转化、融通、综合，什么等等，都是在这种说这些观念上的一种认识上转化出来、派生出来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自然之美是天地阴阳之美、调和之美，人气调和也是天地之美、化美，是吧？自然成为精神化的自然，人生成为自然化的人生，物我一体，双向渗透融合，使山水画通过对自然的关照，成为实现这种精神自由超脱的人格理想的一个途径，是吧？一个途径。你比如说这个这一点啊，这个自然画美啊非常重要。自然画美就是说，你能不能够从自然界中去悟到美，而不是那种表面的美。比如说，举个例子，是吧？黄宾虹先生在这个江浙的时候，是吧？那么黄先生在江浙的时候，我们看他那个时期的画，差不多在70岁以前左右，他完成了一个非常华滋的、滋润的审美追求。啊，非常华滋，笔墨非常温润，是吧？墨色很透亮，啊。那么后来，黄先生入川，进到四川去看玩去了，
到了青城山，还碰见下大雨，在青大雨之中，坐在大雨磅礴中，看万山被雨射浑然一体，浑然一体，是吧？过去你能数出来一尺山、四尺山、五尺山、六尺山，这个时候已经浑然一片，是吧？浑然一片，是吧？数不出多少尺山，是吧？那种浑茫的，是吧？分成浑厚的、浑然天成的这种一景象，就诞生了。所以说，黄宾虹入川方知这个这个山川自然的这个美呀，他有这么一种感觉嘛，是吧？那么就说这个从入川以后，黄宾虹的这个艺术逐渐呈现出了一种浑厚，再加上以前他的画质，浑厚画质，浑厚画质是什么呢？浑厚画质在黄先生的眼里，就是他这样一种审美追求，一种境界追求，是吧？甚至也是一种人格追求。甚至再扩大的说，黄先生把浑厚画之明珠魂上升成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总体的一种精神，是吧？一种真精神象征，浑厚华姿，是吧？华姿是什么呢？华姿就是有华彩，是吧？那么又非常丰富，又非常的温润，温润中又非常敦厚，是吧？浑厚呢是气度、气象，啊，所以说浑厚华姿，这是一个审美的一种取向。是一种审美理想。实际上，我们画山水画呢，也是要建构每个人的审美理想，要审美理想，模拟自然界，用不着我们去画，是吧？我跟你说了无数遍了，是吧？特别是我们画山水，用毛笔在宣纸上，那还不如去画油画。油画还可以画不好，我可以拿那刮刀刮下来，是吧？再画一遍，是吧？用我们什么时候画准了算？有宣纸不行啊。宣纸你一改就没意思了，是吧？所以说呢，它不是说状物的，它是叫达意的，是吧？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吧？刚才也谈到，就是说，我们在说，我们在
这个观察的时候，所有的这个人嘛，他是有共性的，也有个性的，是吧？但是所有的人呢，我们要观察到，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它是一个有共通的意向载体的，是吧？特别画中国画，一定要关注这个共通的意向载体。我们的山水画，中国人的诗歌，中国人的这些，很多文化的这种，这种的载体，是吧？它就是我们的一种共通的意向的载体，是吧？因为这些产出载体，它传承着我们民族国人的心灵，是吧？它是一种集体意识，是吧？中国山水画有很多表现方法，就是通过对这种集体认知的描写，而又展示个性的特征。你对这种集体认知的这种描写，你不了解，你不去体悟，你不去这个关注，是吧？你个人的那个个性的这种描写，你的心灵的这种展示，你是没有平台的，你是没有平台的，是吧？所以中国画就是通过很多表现的方法，很多表现方法都是通过这种对集体认知的描述来展示个性，是吧？如为什么你看画中国山水画，它有皴法，这个皴法就是集体的一种认知，是吧？你不管是这个画，一说画这个山水画，它就有。当然说这也是古人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很长的这个漫长时期逐渐形成，它真是因为漫长，它又不是一个人形成的，它是众多的人形成的，是吧？不同朝代的，不同的，它又在演变，但是呢，它还有相对的不变的有些东西。不管是折带春也好，披麻春也好，大披麻、小披麻、折带，是吧？还是什么漩涡春、什么这个豆瓣春，这个等等等等，各种描述的这个自然时文的这种表现方法。他把它上升到一种皴法，这又是其他任何地方没有的一种绘画语言，只有中国人才有，是吧？这就是一种集体共识，是吧？都
认这个账，都买这个账，是吧？只有我们中华画才有，是吧？一画，只要是咱们行里的，他是画披麻春起家的，是吧？他是画什么折带春起家的，是吧？这就是一种集体共识，是吧？这个东西不是哪个人把它说，比如说董源是这个小披麻的这种始作俑者，但是也不会是因为那会儿可能还有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人，它是一种集体的一种认知，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石板描，还有书法、笔法、点法等等，中国人的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共通的意象审美的一种热点，是吧？中国人都有讲究，比如说我们大家只要一画山水画，是吧？你用笔，笔法平原流中变，是吧？或者就别人来一个什么，再多一个，他有五法，他有八法，他有七法，万变不离其宗，是吧？但都认，是吧？这些笔法，我们在这方面不但说在这些画法上有我们的一些就趋同，有一个共性，另外一种在审美的一些对象上，在中国人心目中，在我们山水画中也是在这一点上大家要关注，它有很多共同点，有共同点，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感觉到我们在中国的诗词中，在古人的一些山水画中，他经常会比如说说山，我们中国人心目中马上就有家山，就我们家的山，是吧？我们家那片的山，有家山，有孤山，有苍山，有关山，是吧？有岱山，有寒山，有阴山，这都是多少年在中国人这个集体共识中形成的一些符号。这个符号很重要，是吧？你比如说，经常在我们山水画中，还有一个大概念。原来这个概念，它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一个概念，它又转化成了一个审美概念。比如说江南，是吧？江南这个词儿，它是个地域，是吧？但是在中国人心目中，
多少辈，是吧？历朝历代，一直把江南铸剑就演化成了一片江南，它就演变成了中国人一个审美，是吧？一个审美热点，是吧？江南也就带有了一种审美取向，是吧？所以说也形成了在我们中国山水画上也是有极大影响的。并且呢，你我比如说灵染先生有一张画，是吧？就是画的朦胧的一种雨山，雨山之下，是吧？有一些江南的房子，房子下边的水里有一些小船，是吧？一片江南，是吧？那张画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是表现江南的那种感觉，这种共识最到位的，最到位的，是吧？有很多画水乡的，画的很复杂，画的很写实，很像，但是也没有可染先这张江南味儿最足、最到位，是吧？所以说呢，中国人啊，就是说除了在山上边有什么孤山、苍山，中国人的心目中经常还有什么小楼啊、小桥了、落日了、暮钟了、暗柳了、春雨了、桃花了，是吧？杏花、苍松、古木、青州、斜阳、晚钟、明月、边关、渡头等等，都是我们一些审美共识，是吧？这些都成了符号了，它因为游离开它这个本体了，啊，有时候塑造一个意境，只要点出其中一个，就好像点击这个热点，马上它这个整个审美它就闪现出来了，闪现出来，是吧？所以说大家要记住，中国画还有一个山水画，是一种带有一个集体审美共识的一种画种。它是通过描述共同的内容，描述共同的一种画法，但是呢，要强调的一点，要在这里边，在共性中要闪现我们的个性。这个个性呢，难能可贵，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啊，就是说你在解读一些地方的美，你解读的透不透？我刚才举了个例子，是吧？你跟染画先生画这个江南那张画，还有现在有很多画水乡啊、画倒影啊，感觉在意境上、在
境界上都和李先生相去甚远。另外一个呢，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认为，是吧？在这个表现桂林山水上，也是我觉得先生可以说是独步青云。无人能出其左右，是吧？无人能出其右。那先生可以说是把桂林山水解读的最到家的，是吧？我们现在可以想着先生画的阳朔呀，是吧？可以画的这些桂林的这些方方面面，是吧？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要站在一种相对能够关照一个大的群体共识的这么一个高度，对一个地域，你要有一个的认识。一个山水画家在掌握意境、把握意境，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是吧？我曾经也说，你跟俺先的画山水画在意境的塑造上，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是有沉郁之气，并且还有目镜之感，是吧？它的味道是沉郁的、厚重的，啊。里边还有木镜的这一种气息。更重要的一点，看李先生的画，读李先生的画，不管他画的桂林也好，还是画的江浙的写生，还是画的四川的那些景象，是吧？画过青城山、峨眉山等等，嘉陵江等等。就是说，看见李先生的画，我们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对先生的这种情怀还不能够了解的如此的这么深厚，是吧？那么透彻，因为这个语境不一样了，社会环境变了，确实在当时。社会动荡，这个日本人侵华，是吧？在当时社会动荡，那个李先生的画就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有一个中国，是吧？二十世纪上半叶，就是上个世纪的上半叶，中国
知识分子文化精英胸中的中国的河山。所以说我有时候看李可染先生的画，我就有时候想起咱们过去有些电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啊，是吧？像《早春二月》啊，那种调调，那种味道，是吧？就是当时的文化精英眼中、心中的祖国的河山，我们中国的河山，所以这就是一种情怀。可染先生，我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他的山水画之所以为大家所推崇，是吧？他的境界就树立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吧？他确实是代表了那个时期的一个主流的，是吧？一个极具影响的一个这个共识的基础上，是吧？他就容易引起人家的共鸣啊！看他的话就容易看进去，是吧？就能够读进去。所以说，我觉得呢，中国人始终在打造。在打造一些这些共性的审美特征的一些这些亮点，是吧？刚才我谈了一些山，谈了一些这个景物，是吧？另外一个呢，在审美上呢，中国人呢也是善于把这个具体的审美转化成一种相对抽象的审美，是吧？上升到就像黄明宏先生，是吧？黄明宏没有营造具体的，你看黄明宏先生也是。啊，我画青城山，我画桂林，我也画，甚至黄明宏的画上还画过香港，是吧？画过九龙，起码。那么说，黄明宏先生追求的呢，是一种文化的高度，啊，文化的高度。说中国山水画很强调的这种境界，是吧？人生有多少境界，那么中国画就有多少境界。就好像诗有多少境界，我们画就有多少境界，是吧？中国人一直在这个境界上不断的营造出什么荒寒、空灵、淡逸、幽邃、苍厚、芝重、朴茂、沉郁、绚丽、圆融、雄放、清空、宏大、奔放、浑脱、超妙、温柔、敦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是吧？其
山水画要追的是什么？追的就是这些境界。当然我这是仅仅的随便说出这么几个来，是吧？最后不要求我们画什么具体的，啊，还是又回到了那句话，是吧？不要描摹对象，是吧？山水画的任务不要描摹对象，我们是要营造这些审美的境界。相和镜的结合，人生万象，画有万境，是吧？西洋画重视觉感受，多情绪。我个人理解啊，比如我们去看印象派的画，是吧？看一些不管是古典主义的还是现代的，非常好，是吧？非常好。但是呢，我感觉西洋人很重这个视觉感觉。这点我顺便说一下，任何文化它都是有来源的，它都有演化的成它今天的文化的一个根据的。欧洲啊，这个地方啊，还真是个好地方，咱们实话实说，是吧？这个地方整个欧洲都在大西洋的海洋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之下，它这个风都是从大西洋吹上大陆，带来了丰厚的水汽，是吧？气候温润，万物滋润，森林非常茂密，是吧？空气非常清新，这点我们中国真的想学，是吧？这不客气的说，我们这个在空气的这方面，质量确实和人家不是差一星半点。但是它占了个天，它占了个地利，它那个风是从大西洋往陆地上吹的，所以说呢，每到欧洲，突然间发现我来上一升那个档次提高了，照着相片的这相机真棒哎，还是那个相机，它空气透明，太透明了，是吧？所以说呢，这一点上，二一个呢，它植被啊，各个方面，还有它的文化，它的人种，是吧？那个地方，我曾经在那儿去画过，水彩，有几次和。另外一个画家刘大为先生，是吧？我们出去访问，他喜欢画水彩，我也跟着画，是吧？后来我发现，不自觉的，我们也变成阴阳派了，画
画就是印象派，是吧？那个颜色之斑驳，空气之透明，色彩之这个变化之这个丰富，是吧？它受它这个客观的条件影响，是吧？每回来，飞机还没降落，离北京还有起码还有100公里就看远处，黑乎乎、阴沉沉一大片，是吧？像一个锅盖一样盖在那里，是吧？那么那飞机下来以后，一片是灰的，没色彩，没色彩。包括我们去巴西，一朵云，它都透着非常丰富的色彩，连那云的体积都看得出来。你甚至有时候感觉那云，你要不小心它要掉下来，是吧？它的那种分量感、体积感都看得很清楚，是吧？所以说，外国人、西方人画油画，这是他的各种条件使然。中国人的艺术是一种思辨的艺术，是带有一种哲理性的艺术，带有一种哲理性的艺术。我们的画，中国画，重认知，重体悟，不以感情论，而以近道论，是吧？中国画呢，是这个重形而上，相对来说轻形而下，是吧？轻形而下，就是说对于技术层面这些方面，没有对这个形而上的要求那么高，啊，技术我们中国画也是要有的，也不能说没有技术，是吧？但技术不复杂，技术不复杂。中国画重这个意兴传情，重立身、立言、立德，体道悟道成人，是吧？它是对每个人个人修为、个人这方面是比较偏重的，是吧？重义重道，由寂进道，不求外美，不过度的追求形式，是吧？因为我们把这些呢过去看着吧，因为相对来说我们比较重形而上，形而下的东西呢，在我们传统中相对来说认识的比较低下的，比较低下的，啊。因为中国文化讲究文
以气为主，形在外，气在内。你要是过度的讲究设计，气息就不顺畅，啊，就刻意的它有人工，啊，它著作，啊，气就不顺畅。说要画中国画，画山水画，我想大家又是一个概念，这个气息特别重要。气息什么？所以说呢，刚开始画的人肯定都画得很死板、板刻、刻意，因为你不能做不到灵动。画得好的山水画，就叫气息非常灵动。感觉里边有一股真气在里边运转，是吧？黄明宏的话就做到这个，是吧？我不知道大家关注黄明宏的话没有，是吧？黄先生有写画，是吧？千笔万笔。是吧？如入阴山背后，是吧？黑中透密，密中透黑，是吧？但是呢，千笔万笔，你感觉笔笔也没脚缠在一块儿，是吧？都能够每一笔每一笔都能给它摘出来，知道吧？所以说呢，黄先生那个画里头，他感觉有点儿走龙蛇，有鬼神，并且有一股真气在里边儿，知道吧？在里边儿流淌、流动，所以说那么一种境界，啊，所以这个气很重要。气呢又有清浊，是吧？当然，气有很多分法了。就是说，大的说来，气之清浊与人而不同，是吧？不同的人，有的人还真不客气地说，脸上就有浊气；有的人脸上就有清气，这就是在个人的修为，是吧？个人的修为，啊，所以说这个以形写神。点睛传神，众神清醒，气运生动。气运生动要做到的很重要了，因为气运生动，刚才说气息在中国画里边很重要。一张画的意境的塑造。气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吧？所以说呢，气在比例，这也是黄明宏先生说的，是吧？你要想气运生动，气在比例。就是你用笔有没有力度，笔能扛顶，是吧？这个笔有力度，气
息就出来了，是吧？而运在墨彩，韵味啊，说这张画韵味很足，味道很厚，或者问的要很优，很深，那么它在墨彩，所以说画画山水画一个是气韵，有气韵，有气在用笔，韵在墨彩，就是用墨了，啊，用墨。气之所动，是整体绘画的精神状态，实际就是，就是这张画画起来，它因为是有精神的，它要有个精神状态的。你画的很板刻，很结，很死，很迂，是吧？它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不舒服。因为中国画就是这样，它都是以人的形态来作为一种审美，是吧？那么，当然说这个整体的一种精神状态，要在这个气韵上是起很大的作用。中国山水画和中国诗的关系也非常重要。中国的文化中诗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几年来，是吧？随着中国文化这个方面的有一些传统文化，逐渐有些淡化，那么我们对诗的关注是非常确实的，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画中，特别是中国山水画中，是吧？在这个意境的营造上，诗和画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呢，诗性的艺术追求影响到山水画的表现手法上，是吧？诗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特征就是简约，简约。你这个诗，一个字，是吧？一个词汇，它就涵盖了多少层意思在里头，多少层内容在里头，多少个境界在里头，是吧？因为它不是写文章，不是写小说，是吧？我不能说动辄我
写20万字、30万字，是吧？我这是诗，所以说叫步步推敲，字字推敲，是吧？那么你在这个推敲中，诗的最大的一个艺术特点就是简约，而恰恰我们中国画、中国山水画也必须重视简约，知道吧？这个简约是我们中国画的一个审美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审美概念。我们现在很多画由于太写模拟自然，由于太贴近了自然，它反而没有简洁的味道。不简洁的艺术，是吧？它就没有一种隽永，是吧？没有一种内涵，是吧？就啰嗦、繁杂，啊，没有境界。要有滋味，是吧？要有浓缩，要有暗示，要有联想，要有升华，是吧？这是我们画中国画必须要关注的，要关注的，是吧？中国山水画刚才说是和诗和中国戏剧的表现也是非常有紧密联系的，是吧？他这个从表现手法，从意境的塑造，是吧？他都是不要再现自然，强调了中国画不是风景，也不是画地理志。我们有很多人把山水画画成地理志，就像那个公园门口那个导游图似的，啊，毫无趣味，索然无味，是吧？他就是说，我们画画的人，画画的时候要像做戏一样。这个“做戏”二字啊，大家要好好的、认真的思考一下。画家其实就应该像演员在戏台上做戏一样去对待画画，他是做一个戏，戏是什么？是假的，是无中生有的，是吧？是把平时感觉到的，把它搬到戏台上。所以说，其实中国画一定要有中国戏剧的做戏的这个味道，而是我们当年中国画也是缺乏的一点，也是缺乏的一点。中国画还要强调一个，山水画一样，要强调一个演绎性，演绎性。什么叫演绎性？过去这些都是
我说咱们缺失的味道就在这些方面。我们现在的画儿，你看过去我们看《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是吧？这个他演义，演义就告诉你啊，这里边有真的，有假的，是吧？有夸张的，是吧？有瞎编的，是吧？这才叫演绎。其实画画就是要演绎，就是要演绎啊！我们就缺乏现在这些艺术精神，是吧？诗的这种简约精神，戏剧的这种演绎精神。做戏精神，是吧？所以说呢，在这方面，我想，也是对我们的山水画会产生很多影响。今天这个课就讲到这。